到二战末期，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出现新的矛盾，这就是中国东北问题。1945年2月4日，美英苏三大国举行雅尔塔会议，斯大林要求把原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权利完全转移给苏联。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出兵东北，减轻美国对日作战的压力，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签署了秘密协议。雅尔塔密约就此牺牲了中国利益。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激愤异常，在日记中连续多日大骂罗斯福，以泄心头之恨。蒋介石曾经在日记里哀叹，为何上帝必须生此坏蛋，而苦我中国至于此也。日记里的坏蛋就是指美国政府。二战这个刚开始的阶段，无论是日本在中国境内的这个滥杀无辜，还是德国希特勒这个他们在欧洲点燃战火，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这个直接。参谋长会议也将中国拒之门外。1940年9月27号，德意日同盟国成立，矛头直指了美国。那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战场对美国来说，它的这个战略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我们知道当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的初始阶段，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并不占有优势，因此它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中国战场的各派的抗日力量能够团结抗日，以减轻它的这方面的这个压力。它是希望能够在欧洲的战事结束之后，再全力以赴地解决亚洲战场。深受刺激的蒋介石多次企图改变上述情况，他指示宋子文与美方交涉，需坚持玉等本身之立场，玉等需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强烈抗议拥有500万大军与日本做殊死战之中国竟然不能列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不仅经常为国家利益与美国产生争执，为西藏问题与丘吉尔的翻脸也为世人皆知。1943年5月，丘吉尔突然宣称西藏独立国，中国不宜对藏用兵，蒋介石大怒，在日记里痛骂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耻。就在同盟国即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时，蒋介石为香港主权问题又和丘吉尔吵了一架。按照盟军方面的规定，香港日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但丘吉尔以香港是割让地为由，坚持派英国海军前来受降。蒋介石与英国的矛盾再度激化，他在日记里骂道，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亦被侮辱也。蒋介石当时他不是这么想，他是希望能够借助美国来依靠美国来打败日本，以减轻国民党军队的压力。因为他当时呢不仅仅想把日本人赶出国门之外，他还是很担心共产党的这个军事武装力量在此期间在国内发展壮大。战后苏联千方百计要外蒙古独立以及维护在东北取得的权益，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完整，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甚至不顾后果的放言，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蒋介石短视般的民主主义情绪很快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是使他和他的政权陷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当时斯大林一怒之下，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彻底打开了方便之门。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送给中国共产党1226支枪和369辆坦克，30万支步枪，4836架机关枪和2300辆机动车辆。所援助的武器和装备可以武装一支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此外还将十万北朝鲜军队并入林彪的队伍。当时我们四野拿的武器啊，那在苏德战场上是最先进的风眼冲锋枪。苏联还把当时打德国剩下来的叫巨火炮啊，很慷慨地给了人民解放军。一位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奇功的国民党将领，在内战中曾经哀叹：今日之所见敌军火炮之猛烈呀，比我在整个抗日战场中见的都多得多，这仗没法打了。为防止蒋介石在内战中消灭共产党，实现一党专政，号称国民党盟友的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立即撤走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援助，甚至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军事援助。在国军兵败如山倒期间，蒋介石多次在日记里批评美国的责任和错误，痛骂美国怎样落井下石。他呢，实际上并没有真心实意的要团结抗日，而是一边想抵抗日本，一方面呢又害怕中共的发展，所以呢这和美国希望团结抗日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战略意图呢是矛盾的。多助者胜，因此有学者说，国共内战战端一开就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二战结束后，联军计划让中国政府派部分军队占领日本本土，蒋介石计划派美械的薛岳的部队占领日本，但是由于内战的迅速爆发，这支部队被派往东北战场，中国失去了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现国威的机会，实为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生平的一件憾事。但是蒋介石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抗战胜利后，美国总统建议中国兼并越南、老挝、柬埔寨，把以前法国殖民的中国藩属国恢复为中国的国土，并收回琉球群岛。蒋介石为了与西方谈判博弈中争取主动，确保东北本土利益的完整，出人意料的放弃。蒋介石对西方人说，国家并不是越大越好。